YouTuber 蔡阿嘎的工作室经常提供员工福利，每到年末送出的圣诞礼物，年终和尾牙都让人很期待。日前他的 YouTube 频道释出了圣诞节交换礼物的企划影片，员工们进行抽奖后可以选择拿走抽到的礼物，或是老板开价现金。好奖内容包括手机、智能手表、65寸电视、饮水机、空气净化机、储值10000元的悠游卡、现金30000元等。而坏奖则有机上拖鞋、伤痛药膏、蔡阿嘎的拍立得和帽 T 等商品，金额再加上现金，蔡阿嘎今年就花了大约236500元，犒赏夫妻俩工作室的21位员工们。其中一项运气很好的员工华，更是在抽到30000元现金后吓到瞪大眼睛说不出话。对此粉丝们留言表示，蔡阿嘎工作室的员工流动率很低，可见待遇是真的很好。而且阿嘎礼杯如果想省钱，大可以只准备2到3份大礼，其他都是3到5000元的礼物，但两人对员工非常慷慨，真的让人很羡慕呢。